这是观测车，后面都是黑镜，开车还是这样亮的。这是观测的状态，我们用遥控器把车开动。它的冷气什么就自动开到完了。靠近门这边的时候是要用锁匙靠近开，它就开了。新车的味道。现在我们就要脱掉这些椅子的 plastic， 让椅子比较好坐一点。昨天拍下来已经晚了，就一直看不清楚，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拍。昨天就拆了这张椅子，今天就拆后面，然后后面那两张，还有旁边的门这些。现在来拆这边门的时候，给车洗洗澡。